谢谢，这一首是《天似花》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那第二首带来是邓雨贤的，李明秋、邓雨贤的《雨夜花》哈、哦。那这首脍炙人口的闽南语曲子，来，《雨夜花》是不是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古筝的？ 气氛都好起来哈，哎呀，我刚才讲说，其实有时候真的是那个气氛，然后加上这个妙音，然后看那个月色，然后闻着那个桂花香，哎呀，再幸福不过了。我们很想感谢刚刚那个米笛钢琴是我们赖老师弹的哈，对呀，不错了哈，这气氛啊都好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曲子是《迎春花》，由我们的古筝 and 我们的二胡哈一起来合奏这首带来这首《迎春花》，哎，然后我们是不是掌声来欢迎一下《迎春花》。